第2074集，凌厉的拳风狠狠劈在他的身躯上，如长刀横掠天山。至尊龙皇张口吐出鲜血，身上被劈出了一道狰狞的伤口，深可见骨。一拳，只是简单的一拳，他直接遭受重创，几乎失去了战斗力。他早就不在巅峰，因为此前一战重创，根基被毁了大半，和白虎的差距实在是太巨大了，简直不可能战胜。不过也幸好他冒死拦截，叶洛尔争取到时间迅速逃遁而去，转眼间不见了踪影。叶洛尔泪水滴落下来，不敢回头，他知道今天至尊龙皇死定了，没有丝毫存活的可能，是为了保护他而死。神国边境，叶晨和魏莹两人已经踏入了神国境界。后会有期。魏莹语气淡漠，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骑着乌芒离开了。喂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叶晨叫了一声，这个神秘少女一直用面纱遮蔽着脸庞，她也不知道她的模样，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。魏莹娇躯一震，略微停顿，但终究没有说什么，飞上天空远去了。只是想到和叶晨双剑合璧的滋味，他内心深处隐约间却泛起了涟漪。古怪的家伙，叶晨嘀咕了一声，对方不肯表露身份，他也没有办法。顿了顿，叶晨收敛心神，声音传到轮回墓地里去问：师娘，不知那第二滴血脉之石在什么地方？现在小黄伤势太严重了，光靠苏若曦吊命也不是办法，只有尽快地寻找第二滴血脉之石，才能彻底治好他的伤势。苏若曦道：第二滴血脉之石，按照当初我听闻的传言来看，应该在域外，你短时间内恐怕是寻不到了。叶晨急道：不知在域外什么地方，有多远？苏若曦缓声道：这第二滴血脉之石在域外的一处特殊秘境，你现在还去不了域外。域外特殊秘境？叶晨心头一震，想不到这第二滴血脉之石居然在域外，这可麻烦了。以他现在的实力去域外历练，几乎是九死一生。苏若曦继续道：其实双瞳梦魇也有其特殊性，你想治好这宠物的话，去找点纯阳法宝回来喂给他吃，也能勉强治疗伤势。纯阳法宝？叶晨心头一动，蕴含有纯阳气息的法宝并不多见，他想要寻找总比寻找第二滴血脉之石简单许多。晚辈知道了，多谢前辈指点。叶晨道谢一声，退出轮回墓地，盘算着该去哪里寻找纯阳法宝。正思忖间，突然叶晨感到血脉异动，尘杯、风杯、岩杯、毒杯四块石碑都在震动，遥遥呼应着九天神龙殿的方向，不断共鸣着。轮回玄杯，轮回玄杯出世了。叶晨目光一缩，顿时就感应到九天神龙殿居然出世了一块轮回玄杯，是暗杯，炎天龙身的暗杯。天机命数的气息滚滚而来，叶晨心神闪过一丝明悟，瞬间窥见了背后的因果。抢夺，必须要抢夺。这块暗碑可是天道宫的命脉，此刻出世，如果能够抢夺过来，等于斩断天道宫一条手臂。叶晨没有犹豫，直接撕裂虚空，赶赴九天神龙殿。很快，叶晨的身影出现在九天神龙殿上空，是白虎的气息。叶晨眸子一缩，顿时捕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，居然是白虎，还有叶洛尔和至尊龙皇的危机气息，他也感觉到了。小子，这里有鸿蒙至宝气魂的气息，如果你能够炼化，可比纯阳法宝好用多了。苏若曦的声音传出。鸿蒙至宝气魂？叶晨眼睛一亮，白虎实际上是白虎断魂刀的气魂，而白虎断魂刀正是33天鸿蒙至宝之一。小黄重伤，需要吞噬纯阳至宝才能恢复伤势，
而白虎身为鸿蒙至宝的气魂，能量不知比普通法宝精纯多少倍，如果能够炼化它，必定能大大疗养小黄的伤势。我知道了，师娘。叶晨心中暗喜，虽然白虎足足有着天神境七层天的实力，但他晋升到混沌境二层天，实力也变强了不少，而且他还有着诸多底牌，绝对有一战之力。如果能够斩杀白虎将之炼化，便能大大治疗小黄的伤势。叶晨身如闪电破杀虚空，迅速前去。而此时树林中，给我滚！白虎一声咆哮，目光无比凶狠，一拳灵力劈杀，直砸至尊龙皇的脑袋。愤怒，无比的愤怒，因为至尊龙皇的阻拦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叶洛尔逃跑，却没有丝毫办法，心里窝火可想而知。现在他只想一拳击杀至尊龙皇，再去追杀叶洛尔，夺回轮回玄杯。但问题是，战机稍纵即逝，此刻的叶洛尔可能已经逃到九天神龙殿深处，彻底逃出去了。如果丢失了轮回玄杯，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向轩辕墨爷交代。至尊龙皇闭上眼睛，瞑目等死，他的嘴角带着一丝微笑。他的使命已经完成，现在白虎想追杀叶洛尔几乎不可能了。慢着！眼看白虎的拳头就要砸爆至尊龙皇的脑袋，一道沉厚的声音响起，炎天大人。白虎微微一愣，停顿住动作，却见炎天龙神已经被救出，正带着几个天道宫强者赶到了此地。白虎，这个至尊龙皇肉身资质不错，与其杀了他，倒不如练成金石傀儡，生生世世为我天道宫所用。炎天龙神冷酷地笑了起来，这些天时间他遭受酷刑的折磨，现在终于脱困，只想复仇雪恨。如果简单杀了至尊龙皇实在不够痛快，不如把他炼制成傀儡，永生永世折磨镇压，才是真正的快意。是，一切听从炎天大人的吩咐。白虎拱了拱手，态度非常恭敬。虽然他的修为比炎天龙神强悍了许多，但在天道宫内，炎天龙神地位尊崇，和轩辕墨爷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，即便是他也要恭敬万分。炎天，你！至尊龙皇脸色顿变，如果单纯是死，他倒不害怕，但要被炼制成傀儡，永生永世不得超脱，这想想都令人毛骨悚然。至尊龙皇，你我今日各为其主，上古的情分早已不复存在，你不要怪我绝情。炎天龙神眼神无比的森冷，断喝道，白虎，动手。是。白虎目光凌厉，身躯爆杀而出，五指张开，就要擒拿至尊龙皇。突然，一道无比洪亮、无比恢宏、无比古老的阴劫从天空上滚滚镇压而下。地面上，白虎身边十几个天道宫强者，在这个阴劫的镇压下，当场狂喷鲜血，内脏爆裂，倒地毙命。炎天龙神也吐出鲜血，带着些许破碎的内脏，巨大的龙身瘫倒在地，不断抽搐，瞬间受了重伤。就连白虎身躯也摇晃了一下，脑袋嗡嗡作响，也受到了震荡。这是天龙八神音。白虎脸色顿变，抬头望着天空，只见一道青年身影持剑悬浮在空中，修为虽然只有混沌境二层天，但气息无比凌厉，绝对不容小觑。你应该就是公主要找的那神秘青年吧？白虎拳头紧握，骨节咔嚓爆响。他早听说过天道宫有一个敌人，年纪轻轻但练成了33天鸿蒙古法，非常难对付。叶先生，至尊龙皇嘴唇翕动，满脸激动。这道青年的身影正是叶晨，他完全没想到短短时间不见，叶晨居然厉害到这个地步，简单的一道鸿蒙阴劫直接碾杀了十几个天道宫强者，地上布满了尸体。要知道，那十几个天道宫强者都有着天神境的修为，
虽然只是初期，但也绝对不弱。但现在叶辰一个音节就将他们全部灭杀，他的实力到底强悍到了什么地步？普通天神境的高手在他的手下居然是蝼蚁般的存在，直接被秒杀。没事吧？叶辰凌空飞降，落在至尊龙皇的身边。没事，至尊龙皇松了一口气，刚刚叶辰动用天龙八神音，分寸拿捏恰到好处，那恐怖的鸿蒙音浪并没有冲击到他。白虎，就是他，就是这小子处处与我天道宫作对，快杀了他！地上重伤的炎天龙神咆哮连连，声音无比震怒。短短时间不见，叶辰就有了这么大的进步，一个音节就灭杀了十几个天道宫强者，他深深恐惧了。如果再不斩杀叶辰，假以时日，他真的要踏碎天道宫，镇压诸天万界，谁也挡不住他。幸好虽然叶辰厉害，但和白虎相比依然差得远了。白虎的实力足足达到了天神境七层天，叶辰和他相比宛如天壤云泥，完全不能相提并论。一个混沌境二层天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。白虎目光一寒，狂然一拳呼啸而出，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着滔天的自信。一个天神境七层天要灭杀一个混沌境二层天，绝对不成问题。凌厉的拳芒弥漫着尖锐的杀气，周围树木在凶猛的拳风激荡下顿时摆之摇晃，不断震荡。灭天剑诀，叶辰暴喝一声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动用全力。他很清楚白虎的实力和遮天魔帝一个级别，非常厉害，想要战胜的话绝对不能留手。